哎呀，终于改完了。这回这个软件卖了1000万，从想点子到研发再到客户的谈判，都是我一个人在忙前忙后的。一会儿董事长会来开庆功会，论功行赏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奖励我的。老大，总经理找你。哦，好嘞。我们这次将软件成功卖给李总，给公司带来了1000万的收益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是啊，要感谢总经理平时对我的提点。你看我怎么还见外了，我们这是互相成就。对对对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没有我雄厚的资源，研发的软件也找不到客户，更别说谈判成功了。是是是。所以说和客户谈判成功，将软件卖出去的功劳是不是应该算我的呀？是啊。可是这回的客户是我自己找的，并且这个合同也是我软磨硬泡才签。茅台，这软件研发的功劳肯定算你的呀。你放心，以后占了大客户资源，我肯定先想到你，我还会在董事长那多说你的好话，保证你能够很快晋升。哎，那一会儿董事长来了。哦，软件卖出去的功劳是您的。行了，去忙吧。好嘞，我先走了。经理，您找我。茅台啊，对，这次软件研发是不是多亏了我孜孜不倦的给你出主意啊，加上你自己辛苦的写代码，我们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啊。对，感谢经理的帮助。所以我觉得我得跟你商量一下，这软件研发的功劳是不是得算我的。可是经理，这个软件是我不停加班熬了好多个夜才研发出来的呀。我怎么会不顾及你的感受呢？是不是？年轻人嘛，以后在公司的时间还长着呢，难免有需要我的地方嘛。再说了，软件策划的功劳还是算你的，你还是有奖励的嘛。对，谢谢经理，没事的话我先走了，吃饭。茅台，过来一下。主管，怎么了？茅台，你的工作一直都是我安排的，是吧？你看，可是主管，这个软件的策划从头到尾你都没有参与。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我马上就要升职了。你把软件策划这个功劳给我，我升职了，我这个位置肯定是留给你做的。啊，软件策划什么的都是小事，不要因小失大。年轻人，灵感还是你的，你的功劳你就很大啊。这次公司盈利不少，所以特意给大家分发奖金，论功行赏。这次功劳最大的是总经理米夏，他成功的把软件卖给客户，所以这50万的奖金奖励给你。哇，这都是大的。当然啊，要不是朱晓明的软件研发的好，就不可能卖到这个好价钱，所以这30万奖励给你。谢董事长。王主管，你的策划书也不错，这10万奖励给你。谢董事长。王谭，你的灵感不错，继续努力哦，这1000块奖励给你。谢谢董事长。所以大家以后啊，要再接再厉，继续努力。董事长，不好了，有人模仿我们软件的危险动作被送进医院了，现在还抢救着呢，李总那边要让我们赔偿，怎么办啊？这可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只是负责谈客户，要怪就怪软件研发。董事长，这跟我也没有关系，我只是按照软件策划来研发，这些问题你们软件策划早就应该考虑到，这是你们软件策划的失误。还好你们都把我的功劳抢走了，董事长，现在怪不到我身上。这个不能怪我呀，灵感是茅台的，没有他的灵感，这个软件是研发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要怪就怪他。茅台，事情做不了多少，你惹这祸可是不小啊！你被公司开除了。喂。1000块钱留下。不配！喂！这个小王怎么说的？他还有问题。哎，是在报告。
你说他是不是自己的朋友？在我想，你是哪里的？你看，就是个科技迷。那小二怎么回事吧？就什么人都忘记掉了。咻咻咻咻咻！短，陈翔6:30。